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语文课堂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呢，叫做《我们成功了》。好，那么看到这个课文题目啊，小朋友们就问了，成功了，那是干什么成功了呢？哦，我们成功了，那这个我们指的又是谁呢？好，带着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啊，先一起来听老师读一读课文。那么听完了课文呢，就请小朋友们解答老师刚刚的两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啊，仔细的来听一听。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了。喜讯传来，人们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，北京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几十万群众，人们挥舞着国旗，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一遍遍高呼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爱北京，祖国万岁。中华世纪坛人如海，歌如潮，人们相互击掌，相互拥抱，任激动的泪水尽情流淌。江泽民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来到欢乐的人群中，与大家同欢呼共歌唱，把庆祝活动推向高潮。大家好像看到奥林匹克旗帜在中国北京高高飘扬。好，那课文听完了，请小朋友们告诉老师，我们成功了讲的是什么事情呀？哦，在课文的第一句话就已经点明了，怎么说的呢？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了。那我们指的又是谁呀？哦，我们啊，指的就是中华人民，也就是我们中国。好，那我们啊，再通过图片来看一看当时热闹的场景。你们看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中华世纪坛。你看看，人们啊，都挥舞着彩色的旗帜，大家呀都十分的高兴。课文当中说，中华世纪坛人如海，歌如潮。好，那么中间这个字如，表示好像的意思，似乎的意思。那么人如海，也就是人好像海水，人群好像海水一样，那么海水是非常的多，也就是说人非常的多。歌如潮啊，人们欢呼歌唱，就好像潮水一般的声音非常的洪亮。好，那么下一次小朋友们想要用比喻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说如。我们啊，也可以说似乎，都是比喻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人如海，歌如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地方看一看。哦，你看，我们中国人民高举着五星红旗，每个人的脸上呢都是笑意盈盈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哦，人就更多了。你看看，红旗四处飘扬，人们啊都高举着双手，互相的欢呼击掌拥抱。那么课文当中说，人们挥舞着国旗，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一遍遍高呼。他们呼喊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课文当中用三个感叹号表示出来了。
我们成功了。我们爱北京，祖国万岁。好，通过这三句话，我们呢可以十分深切地领会到当时人们欢乐的高兴的心情。我们成功了，表示我们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这件喜事成功了。我们爱北京，因为北京是承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。祖国万岁。你看我们说祖国万岁，希望祖国母亲能够长寿万岁。好，那么这几句话呢又更加生动形象地表明了我们申奥成功的心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啊来看一看课文当中的生字部分。这一篇记叙文呢生字啊比较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啊一起来学一学。好，我们先看到第一行第一个字申。小朋友们说和我们学过的中有点像，中间啊多了一横，读作申。中间多一横，读作申。我们说申办奥运会，申请。就是这个字。好，第二个字读作匹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匹。我们说奥林匹克，实际上啊是一个英文单词，我们把它根据中国的读音给音译过来的，匹。好，再来一个户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户。我们说相互拥抱，相互击掌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字都认识，惊。对啦，要用你的鼻子帮忙，惊。北京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累。你看这个字，它的左边呢是三点水，右边呢是一个目字，目就表示你的眼睛。眼睛流出来的叫做泪水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边一行这一个字呢。小朋友们真棒，都说了这是个形声字，左边呢表示它跟水有关，右边呢是它的读音洋。对啦，它就读作海洋的洋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洋。我们说有五大洲四大洋，太平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拥。好，这两个字呢我们一起看，抱。好，你看看拥抱这两个字呢都是什么偏旁部首的呀？都是提手旁，也就是说跟你的手有关系。好，看看除了它的偏旁，它的另外一边呢？这边是个用，这边呢是个包。我们看一看它的读音，用，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包，抱。小朋友们真聪明，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，那它的偏旁部首表示用手进行的活动，它的右边呢表示它的读音，那么拥抱。你得了奖回家以后啊高兴地拥抱你的爸爸妈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个字。左边一个木，右边呢也是一个木，不过这两个字的意思不相同哦。好，这两个字合起来读在一起，读香。好，再来一遍，香。我们可以组词
相互。啊，我们说相互握手。相互打招呼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提手旁的字，它读作羊。好，再来一遍，羊。我们说天安门广场上旗帜飘扬。当你十分开心，十分高兴，获得成功的时候，我们是扬起了笑脸。好，那么这些生字老师讲过了，并且提到了它的词组，那么你学会了吗？不会的小朋友跟着老师再来读一遍。申，申办，匹，奥林匹克，互，相互，京，北京，泪，泪水，羊，海洋，拥抱，拥抱，相，互相。小朋友们发现了，互相和相互，我们可以这样反过来用都行。好，最后一个扬，飘扬。小朋友们读得很好。好，那么学完了单个的字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词组。好，词组应该难不倒小朋友们了吧？那请你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。喜讯，传来，欢聚，挥舞，锣鼓，欢呼，飘扬，击掌，拥抱，泪水，光泽，奥林匹克，不约而同。好，那么这一些词组呢，就是课文当中出现的一些好词好句。那么在下一节课我们讲课文的时候呢，会再带小朋友们一起来仔细的讲一讲这些词组。那么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先上到这儿了，小朋友们下次再见哦。